要多导师黄慧理老师，要教导师蒋银之老师，要人导师许燕珍老师，要爱导师李孝文老师。六年级的每位运动健儿们，脸上洋溢的笑容，精神饱满，朝气蓬勃，迈出坚定的步伐，彰显必胜的决心，准备迎接在国小最后一次的校庆运动会。我们将全力以赴，发挥团队精神，在各项竞赛中取得佳绩，赢得来宾的掌声喝彩，请大家拭目以待。紧接着进场的啊，是本校最英俊、最高军、最可爱的幼稚园小朋友，我们掌声欢迎他们出发。